仨人准是岳云鹏的粉丝啊。嗯，就拿完钱了，鼓完掌走了啊。跑跑跑！下回我告诉黄牛不卖你票。嗨，就指着黄牛呢，是怎么着？快12点了，可不是吗？得让人回家，该睡了啊。国家开放三胎啊，有什么关系呀、啊？这个不重要啊。刚才是岳云鹏跟孙越，是让他下去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们老哥俩来。那这是第三次上台了。新年新气象，是以后不说的话不说。行啊，压根儿就别说了啊。那好，算我没说啊。愿意跟谦哥在一块儿合作吗？真的啊，这后台我最好的朋友有俩。哦，一个是谦哥，那肯定有我；一个是高峰，哦，还有老高。这俩坏蛋说在，怎么成坏蛋了？真的啊，你们老以为郭德纲还欺负人了，这个那个了，嗯，你们是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俩人欺负我半辈子，您这有点过了。你看，列位您评评理啊。啊，老高比我们小几岁，是我比他小4岁。哎啊，按说来说这是老大哥，对呀，他得疼我们俩人，我就这么做的呀。但是他把我跳过去，他跟高峰私交更好一些。嗨，我们俩住得近，接触得多，打小都这么大的时候在一块儿啊。啊，小朋友边边大的时候，这俩人天天算计我。我们怎么算？我印象特别的深，你说说。就有一年冬天，嗯，我先跟各位坦白啊，嗯。我也上过学，但是沾什么数学呀，什么就这个，我实在是不灵。哦，数学不好，语文还行。哦，啊，要不前些日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你们上市，把我气的呀？啊，我要识数，我还干这个？上不了市了。上不了市啊！啊，打小也是如此。嗯，啊，对数学不爱，这俩人诚心问我呀。啊，哎。1486万乘以2597.4万，等于多少？还点四？那我也实在，我还跟人算的，还掰扯，这手指头就能掰扯过来。那能掰扯得了吗？啊，我不知道。嗯，俩人乐坏了。啊，罚你？怎么罚呀、啊？罚你喝水。哦，喝点水。吃面那大花碗。啊，温水，让我喝。嗯，咱倒是认头。那是嘛，没算上来呗啊！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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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喝一大碗，愿赌服输。俩人又问我，嗯，刚才那个数减去一等于多少？这好算，嗯，算，不知道，那是不知道。喝水，再喝大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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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碗，我又喝了，嗯啊，刚才那数乘以6等于多少？老是刚才那数。倒水吧，给我啊！啊，那可不是倒水吗？蹲蹲蹲蹲，小孩儿这么大的花碗一喝，喝了4-5碗。嗯，这俩人乐的都不行了。那是啊，咱出去跑会儿吧，我还跑得动吗？一肚子水，那可不呗。嗯啊，出去吧，站在门口站这儿，好家伙，一晃动，肺叶子都飘起来了。啊，这喝的呀，这俩人乐的不行了啊，俩坏蛋，编排人啊，俩人站院里，他俩玩的挺高兴。嗯，正是冬天。啊，他俩人也逗。你敢舔这铁门吗？我就站在台阶儿，离老远，我看他俩啊，这俩人不带你玩，我们俩比赛舔铁门，不带你玩啊？哎，于谦一伸舌子啊，啊，舔大铁门，有点生活常识您就知道了，嗯、啊，就粘上了。高峰乐坏了。他也瞧我笑话，你那么舔一定会沾上，是吧？那应该怎么舔呢？你看我这个啊，来，也沾上了，俩人都沾上了，是啊，哎，真害怕了，那是拔不下来呀、啊。嗯，我其实就是害怕，嗯，跑又不合适，那都是哥们儿，俩人跟那叫唤，我赶紧过来，啊、我这怎么办？嗯，怎么办？啊，我这怎么弄？他俩人跟那开开那开去，开这叫我们救不了啊，就是说不清楚，对吧？啊，街坊大爷出来了啊，就没有你们那么淘的，哪儿干这个啊？尤其这俩，好家伙，这俩小玩意儿
怎么能填铁门呢？是不是？别数来了，怎么救啊？这是啊，啊，你说我，啊，你还不救他们呀？是啊，大爷，怎么救啊？对呀、啊，去弄点水一浇就行，弄凉水，凉水不更坏吗？那怎么着？来点温乎水。浇在他俩人舌头上。哦，你看，我都没想到，就他俩人就提前就想到了这个工作，啊！后来我们仨就跑着满出去玩去了，就特别。你不我怎么？你倒把那救我们的过程说一说呀！我怕他们给剪了。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所以说，我们三个人这个交情是你们各位不了解的。哎，交朋友嘛，就这么交出来的。哎呀，这个想想也很开心。嗯，这都是童年趣事。我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因为像这种事儿呢，比如就是舔铁门这个，我记得我们童年时代大约两天，他们俩就舔一回。啊，这也太不长记性了吧！我们他们是为了让我的数学能提高。我以为我们上瘾了呢，喝的呀。一晃这么些年来，我数学也没有怎么提高啊。是，但撒尿啊，但是我们的交情，那是，一直是这么好。哎，对啊，真的，我跟老高真是拿他当我们亲哥哥。那我就虚长几岁，我大一点。那会儿一看谦儿坐着不说话了，啊，我们俩就吓坏了。哦，老大哥不说话，做小兄弟的敢搭茬吗？准有事儿啊！半天试探性的问：“啊，谦儿哥，嗯，需要我们做什么？哦，你有什么想法？怎么办？”谦儿哥就这馅儿大了。嗯，是我兄弟吗？嚯、哦，是大哥。嗯，您吩咐吧。嗯，你们俩要听我的话，听您的话。啊、嗯，需要我们做什么？把我搀起来。这么大份呢？一边一个。嗯，搀起来，大哥，搀您去哪儿？嗯，灌肠。哦，你跟大哥说话，我们就听啊。是啊，哎，我们扶着他到医院。到医院？到医院挂号得问呢。嗯，我们大哥灌肠，什么病？不知道什么病，大哥命令必须得听。护士也小孩这个，那你们俩外边那个灌肠的进来吧。嗯，给钱儿。弄到屋里去灌肠，哎，我们在外边等着不放心的，啊啊，好长时间这才出来，出来一看他都哭了，哭，我想吃油炸灌肠，嗨，哎，我上医院干嘛去呢？然后你们俩送我上这儿来了呢，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哥仨好的还是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人吗？那是开心呢啊，啊，到后来说相声了，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感谢谦儿哥。您又客气了，没有，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儿，嗯，但是也是最难的，哦，还难，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是，嘴里得干净，得清楚，能表演，还得各种学，嗯，还得能唱，是，唱指的是太平歌词，这是本门唱啊，说相声必须要会，嗯，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好，这好，哎，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就算唱完了，嗯，哪儿就唱完了？唱一什么呀？嗯，这儿喊休喜红，那儿喊叫小帆，这俩没有一个是太平歌词。嗯，啊，嗯啊，好好好，哦，啊，还真是有外行。嗯，唱两句你们尝尝啊。嗯，夜半惊深了，因为大部分观众好几千人都睡着了，咱别吵醒大家啊。啊，嗯嗯，你听着啊。我得小点声啊，我不能把观众闹醒啊，不合适啊。嗯嗯，庄姑，行了，没有睡的了啊，你们睡你们那事儿。嗯，庄公打马下山来，遇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庄子修一剑发了此音，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
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不要粒儿指的是女裙钗。用金簪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腰，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换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好，一整段儿，这叫太平歌词。哎，就这味儿的啊，一唱起来是这个风味的。嗯，这是我们专业要学的，必须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就都是学唱，只有这个叫演唱。哦，是是是啊，你包括什么和声啊、叫卖呀、啊、小曲小调都得学。您说叫卖吆喝，哎，马路上吆喝，现在没有吆喝的了。现在哪有吆喝的？是是，是不是？现在这个购买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对呀，啊，你看现在拿手机一扫就花钱了，就电商。你也没想到吧？现在这个技术把小偷这个行业取消了。对，是不是他不能偷你二维码，是不是没有用？嗨，过去啊，你比如说北京城啊，卖菜的、卖这个、卖那个，那个吆喝都是街头一景。哦，你卖包子的，包子的，卖包子过去不也吆喝吗？怎么啊？包菜好卖我的面儿嘞，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的呗。啊，这是汉叫的包子。哦，哎，贵叫清真是另一个味儿了。小伙计儿，回叫怎么叫唤？新热的铁里里，包热的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嘿，这小童子音儿，贵叫清真。人家这么吆喝，哎，就这些个吆喝，这都是我们的老师，都得学啊。包括小曲小调啊，什么这个各种曲艺曲种啊，我们也得学。还学什么？你看，比如有这么一种窃弦子书，现在也见不着了。窃弦子，哎，有大鼓满了门的打，这个三弦就满了门的蹦。嗯，有小段我就不说，把那大段就奉敬命功。昨天我唱的本事啊，搬了本的捧功难，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叫得清。窃弦子书，你瞧啊，有点意思。现在这个也没人唱了，这没听过了。啊，你别看这四句啊，啊，这四句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教我的。哦，摊传授，这是他小的时候听这个北京老艺人唱，他说这四句你把它学会了。哦，啊，我就把它继承下来了。你还再没听别人这么唱过，所以您会吗？得跟师傅学。嗯，你看有时候他们串闲话，有时候，哎呀，郭德纲拜侯先生，侯先生什么都没教他，不能瞎说啊。慢说，我师傅还教我了，是不是？嗯，就算没教你想一个道理。嗯，唐僧教孙悟空什么了？哦，是不是？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再也没有人说你这泼猴，没人说了。哎，啊，这很重要。嗯，我们这都从小学这个的，都拜师学艺啊。尤其学相声之后，老师们确实对我们很好。嗯，又把我们分别搁在不一样的地儿去学相声，要学唱，学京剧就搁着京剧团。哦，学评戏搁着评剧院，真下功夫。哎，有梆子唱腔送到梆子老师那儿。对，就这段唱，你得跟弦儿能唱起来才对。嗯，那会儿我就学这个评戏什么的。嗯，送到评剧院。对，你喜欢评戏，谦儿哥喜欢京剧。对，送到京剧团。是于老师那个人缘，那会儿我们都羡慕都不行了。打小就人缘好嘛。啊，那会儿啊，只要一说，哎呦，谦儿哥一进了京剧院，嗯，就京剧团这帮老头就围上来了，围上来了一大帮老头就喜欢他呀。就有人缘吗？扫地的王大爷，烧锅炉的赵大爷，啊，拉大木的孙大爷，做饭的李大爷，就都哎有一个唱戏的呀。怎么全是大爷呀？人缘啊，人缘啊。哦，我一上评剧院去，好家伙，嗯，青衣花旦，就这帮小姐姐四十来人就把我围上了，知道吗？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你知道吗？其实谦儿哥不错，
谦儿哥后台的孩子们谁要不会了，谦儿哥愿意给人说。我倒不保守。哦，谦儿哥给孩子们说戏的时候很可怕。怎么可怕呀？你看我跟徒弟们学生之间，不会不会你就练去，你努力，我顶多你不用功，我不爱看你，淡你两天，不搭理他。他不行。我呢？好家伙，他真打呀！啊，学生一不听话，于老师，我那花椒木又拿出来了，脚边戒尺，我什么玩意儿都往那儿塞呀？我怎么了我？你这裤腰带上不有一卡子吗？对吧？我穿裤子了吗？你就说不是你孩子们害怕，哇，这就害怕呀！害怕是惊讶呀！家伙，就这脚边啊，疙里疙瘩，还是花椒木吗？这不是挺好啊？哎，所以说好多孩子，在于老师的督促下吧，啊，都见长。哎，这应该严格一点。你看，包括今天的后台这些徒弟们，岳云鹏是刚才在台上尊敬谦儿大爷这状态，你们也看出来了。我们爷俩关系也好，对不对？你看栾云平是栾云平喝酒不用菜，那他想想谦儿大爷就喝一杯，打我下酒呢，是吧？张九南那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孩子，是于老师教完了，那孩子狗一样的人才。这狗里狗气跟我学的感觉。嗯，您那儿有那个养马场啊？众多牲口都在您那儿啊？哎，对，高九成，啊，高九成大胖子，对，多老实，捧哏那个。他来捧哏，但是现在捧哏他也能站外边唱几段，哦，都是在于老师那儿训练出来的。艺多不压身嘛，不唱他真吓唬你啊，哦、对不对？打，哎，九成，哦、快来，哦，来。过来过来，这站这儿的孩子啊，在学，在咱这儿上学，于老师吓唬过你吗？要是你看看，你看看，你孩子你怕什么？你直接说你啊，你别捂屁股，没事。啊，没怎么打过我，没怎么打过，没怎么打过呀，就一回，就一回。你看看，你看，就当时就一下我就懵了，就不知道后边事了。你看看，你到今天才行啊。没听说到今天才醒，哎，醒了吗？行了，醒了，还没醒呢。行了行，不行就拔那花椒木了啊！九成能唱，唱的还挺好啊！给大伙儿展示一下于老师的教学成果，好不好啊？来来，给大伙儿展。九成，京剧、评剧都行，先来两句评剧，我们听听。行，评剧，评剧也可以，先来两句。哎，刘伶醉酒那个可以呀、啊，可以。来了刘伶，好酒定难安。好，好，就这种发音位置，就这个半男不女的，这个可不好唱，你知道吗？男的，好，好，好，这个唱不行，得唱出童音来。童音，这个嗓子，人嗓子是肉的。啊、哎，有的人说这个演员唱的就像两块上等的紫檀木碰击在一起似的，嗯，就说这个甜劲儿，说这个演员不行，这个、演员嗓子就像棉布包着暖气片光光的似的。嗨，说那个演员就像两根花椒木的撞击似的，那就差着了，就差着了，就拿一根，哎，一根啊，花椒木，行，不重要，不重要。就好像这个哎，听完之后，观众有的像喝了一杯酒似的这么陶醉，哎。有的唱观众就像吃了一碗馄饨似的，有的馄饨还没有馄饨，但是还怎么老有这来了，不重要。哎，刚才唱的是评剧啊，把那京剧给大伙儿再展示一下。京剧啊，京剧我唱一那个桑园会。桑园会秋胡戏妻啊，太棒了，来、哎、还等什么？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勇王，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街坊，奔当下马将其人，且知啊活人了命，那女醉非常。好，好，不错不错，先回去休息去吧，回去休息吧。哎哎哎，确实不错。好，听出花椒木的味儿了。嗨，
没有这个了。哎，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哎，说相声入科之后，学完之后，学会了正唱，就要学山东二黄了。什么叫山东二黄？就是这段桑园会秋胡戏七啊。哎，要用山东方言演唱。那怎么唱啊？哎，我们学的时候都是，哎，一个是学山东方言，啊，一个是学河南方言。哦，都得学。哎，像这出戏呢，有山东的唱法跟河南的唱法。哦，那您给我们学一学这个山东方言。哎，山东的呢跟这个河南的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运用和它词汇的排列是不一样的。哦，你看京剧啊，这是咱们唱的《西皮流水》，对，《秋胡打马》《本家乡》。对了啊，但是这戏在河南戏唱的就不一样了。河南戏怎么唱？哎，河南戏唱的是花折，这什么叫花折？这一句一折啊，就是没折呗。裘大夫催马奔山林，奔山林，人臣。对了，行人路上马蹄忙，又改江洋了。俺一曲杨柳像根棍儿。嗨，回来杨柳发叉子哟，紫竹林永牧区里边坐着个小娘们，什么乱七八糟的。前影好像罗氏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有心上前把她问，错人民女我是咋的。有这味儿，这是河南的。哦，但是我们在山东二黄里边充分运用了相声的各种表现技巧。是吗？山东话、山东字儿、山东味儿、打嘟噜、土语，什么都有。哦，什么味儿呢？那一唱起来更热闹了。您学一学。哎，秋胡不能唱秋胡啊。那要是秋胡，把这山东味儿出。哎，秋啊胡啊，打马是奔那家得里。行爷那个路我撒是马不停啊蹄，自音撒下了贫啊，难懂一我的音词上，撇家撇业撇富撇母撇自由撇妻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啊，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起呀？夫妻们分那别大门里。他看我这个，我看他，滴滴点点点点滴滴，这把这的泪悲涕呀，肚子为饭那帮啊，早了饭甩拎着，三穿六过九够八寨人马要多，我只金花衣呀，坐只在吊啊安呐，永牧区官之间那个我只也被责追赶，要外你呀。一霎时无名大火腾空而起，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啊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什么玩意儿？哒哒哒滴哒哒啦哒啦滴哒，三国战将勇，手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这不大大起大这个大堂，腾个龙灯一见叫做名贵西，楚王爷一见那龙歇息，他风撒头戴着五下仙穿蟒袍腰横玉带足，他朝靴左拐在朝里，在朝中响了起家中事，上金殿这个我爸奔那个一奔一奔奔奔八奔走我单骑。师傅别唱了，哎，已经到点了，真到点了吗？到点了，本大响个钱将起，别唱了，到点了，怎么到点了？新年快乐，快乐！我还以为啊，唱着唱着龙套上来了呢啊！到点了没有啊？真到点了，行嘞，倒数的机会了，太棒了啊！不用倒数了吗？倒数了，没有，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差那么两秒，不能，你下去的时候11:30啊。哦，那来吧，先给大伙拜年吧，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哎呀，这个他们上来搅和啊，那咱让他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吧，好不好啊？来来来，快来快来，倒班来，倒班来。哎，岳云鹏啊，哎，来德云社18年了。哎，马上，哎呦喂，刚18年，十八年啊，刚才17年了啊。对，来吧，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吧。大家想听什么？只要我会，过年了，咱大家开开心心。
五环，五环，我哎呀，我的天，这么些年还听五环。最亲的人，好吧。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大家没什么情绪啊，新年快乐。狗子，狗子快来，来来来，哎，好多人都是狗子的粉丝啊，来吧，给大伙表演一个节目吧。哎，师傅，我不叫两声，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师傅，我就不，我就随便给大伙唱两句吧，唱的不好听啊。啊，那个，我看到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紧紧的。什么玩意儿唱的狗里狗气的，这是啊。阿炳，你们看看这饼里饼气的，这个新年了，唱一首我的单曲发财，比哥带你发财，谢谢，新年快乐。刚才是不是过去诈骗犯？这单曲呀，这是啥呢？新年祝福吗？再来两句啊。发财哥，吉时吉日吉如风，这个丰年丰月如丰增，增福增财增长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关键是吐字清楚是吧？哎，嘿，啊，太棒了，表情真好啊。曹浩洋，刚才那个病人是你带来的吗？啊，是是是，不好意思，是不是？来，啊，我来一个，我也没准备，这样我演一个那谁，那张九南刚才没演的节目。好好好。爸爸爸。这是一个四眼狗。说说那个孙老师今天准备了啊，孙悦，来来来，快来。没想到的事情啊，这个曹浩洋把我节目演了。你演不了那个，你也不像个狗啊。哎呦，给大家拜年拜年。不不，来个绕口令，瘪玻璃棍儿。对，不打不打，来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新年好新年好。哎呦，不行，我回学什么？学个大象啊。不要提他原来的工作啊，学不像了。李云杰，快来给大伙儿学个写字儿。我还挺太这个写字儿来，我还挺紧张，给您唱段失传曲目，叫《苏三起解》。这可有年头没人听了啊。哎，李云杰在京剧青衣里边是正经有师承的啊，他是跟杨金明学的。对，这叫师承啊。苏三还行吗？各位啊，有点干。苏红土鞋，江山爱在大家前为风开眼我心，好三国王的句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对于我们三王，差不多得了哥啊，这么多人当报话。栾云平本来他外号叫栾副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本来情绪刚刚搞起来，我不要让我给闷回去，谢谢大家啊，这就完了啊。来，高峰高老师，快来。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活不了啊。找了没有啊？来，普云龙，老愣来一个，恐龙，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嘿，一周年，一周年，还真是啊，这个老愣一周年，去年是在这儿吧，啊啊，侯爷演一个嘛，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一个，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憋了好些年了，好家伙，叫小帆吧，小帆吧，行吧，我这个。这郭老师都不会啊，听我这个啊，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心中记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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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着点啊，叫小帆，叫小帆，叫小帆，哎，行，
怎么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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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兄弟嫂了。哎，这回到于老师了啊！新年新气象，对吧？那么多孩子，您看看有一个吗？啊，来您来您啊！于老师，什么来段？哦。您唱一个，我们只要我们会唱，我们跟着您一起来。你们不会唱，来一个，来一个，不唱不唱。来来来来，于老师，过年了，您怎么了？嗯、头也都唱，您要不唱说不过去了。大爷，一个有您俩师兄弟啊，您看啊，连孙胖子。您来一个，来一个，我们俩人是丢完了，就差您了。来个正底。好，咱不能全军覆没。学长就狗叫。来，于老师啊，哎呦，你这个没事，您随便。哎，这个咱这样，您一年就唱一回就行。哎，对，嗯，那个我还唱几句京韵大鼓吧，可以啊，好吗？可以。嗯，就咱们这两句啊。哎，好。古代列国多奇闻，俞伯牙汉阳抚琴玉知音，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意气相投又把香焚。好，吓我一跳啊！谁吓谁一跳？吓我一跳啊！这个，反正今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您喜欢谁的也都有。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了，其实是得亏了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这个时值年终岁末，这场跨年咱是演完了。咱们期待之后的封箱吧，啊，嗯，你们今儿演，你们散了别走，就在门口等着，嗨，等着封箱开票啊，等着封呢那个，啊，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观众唱一个吧，好吗？好，好嘞，来往前站啊，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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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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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谢谢啊，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哎，都是您各位支持捧着我们。对，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嗯啊，就是哪儿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嗯，会有的啊。嗯，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心态，是站在舞台上，嗯嗯，在相声的舞台上，郭德纲只占20%，哟，那80%。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就指着他们活着呢，合着也真有人指责过我。怎么说呀？为什么郭德纲你在台上老得说人家于老师的父亲呐、啊、太太呀、啊、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做很不道德。哦，其实我真的很无奈。怎么呢？因为什么呢？嗯，相声这门艺术跟其他的不一样，区别有一种表演就是才艺展示类的。哦。学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跳舞，是，这叫才艺展示。哦，除去这类的作品之外，剩下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讲故事。哦，就说件事儿。讲故事就要涉及到主人公。对呀。第一种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哦。第二种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两种。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也就这三种了。你说说谁？那就是说我啊，那不能说观众啊。哦，不能说观众啊。嗯，哎呀，今天说一个事儿啊，
你看那边的观众嘛，就是他。哦，啊，他们家的事儿，当当当，我这一说打起来了。那就非打起来不可。不能说观众。哎呀，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咱门口西直门桥那儿，有一个保安，我车走到那儿，人拦住我，你下来咱聊聊。哎，好家伙，全听见了，算是。一定得说跟我们两个有关系的人呢。对，还不能支得太远。哦。哎呀，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太原什么什么街哪个胡同哪个小区202赵大爷。哟，我们俩成外行了，这就不对了。一句话就得让你相信。哎呀，于谦他叔叔怎么怎么样。嗯，你脑子里马上想想，哦，他叔叔。嗯，我们要求的是快，让您进到故事当中来。对，必须快，这是假的呀。嗯，时间场合地点人物矛盾冲突喜剧都是我一张口说出来的。对呀，其他的艺术形式简单，因为它什么都有。电影这儿有冰箱，一定有一冰箱。嗯，电影里边拿手一指，这儿有一冰箱，你能把电影院砸了？这没有道具了，那叫诈骗。嗯，唯独我们这儿有一冰箱，你一定还得相信这是冰箱。是，这是假的呀。嗯，我小的时候说相声，我是捧哏出身。哦，也站这位置。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哦，不短。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演员。谁站这儿谁说我，哦，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哦，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嗯，人家说了我10年，没有办法，嗯，应的这个活儿，挣的这份钱，就是这角色，这是假的呀，嗯，你看个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哦，电视剧这当一枪那死那儿，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话剧舞台俩人搂一块儿睡觉，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就是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嗯，嗨，一说一乐的事情，假的，在我们的嘴里边有把门的，对，我们知道该说什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嗯，话到舌尖留半句，这对相声啊，它谈不到是庙堂文化，嗯，就是老百姓的开心果，聊天儿，能让您各位高高兴兴、开开心心3-5个钟头，您乐了，我就觉得好开心。嗯，是，而且于老师这是为了艺术做出了贡献。你看，说的我还挺自豪，你知道吗？一上场，那么多的姑娘拿着吃的喝的花都给您，嗯，这不就说明观众爱您吗？这大伙儿抬爱，我一眼就看出来，一眼我就瞧出这些个女观众那个心情，他们怎么想？她恨不得嫁给于老师，嗨，给郭德纲生孩子，哎。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呗。啊，天涯情雪多少爱，江湖夜雨是非愁。哦，干这行最简单，但干这行是最难的，就真不容易啊。嗯，面对观众，老是一颗感恩的心，那必须的。每一张票都得对得起您。是啊，怎么能让相声说好啊？嗯，天天发愁。哦，仗着有于老师帮助我。哟，您客气。还真嗨。我跟您，我说实在的，我也没拿您当那个正常，拿当一个，嗯，当一个好人，当一个，没拿您当那些普通的说相声。这是吗？啊，是。哦，在我心中，于老师，哎，啊，就是这份儿。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这怎么到底是什么呢？就说好啊，好，您怎么把手露出来？好，这露出来就露馅了。哎，好，指不定怎么比划的呢。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的。好，说一句，说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吧。哦，您试着说一下。他，嗯，倒退10几年前、20几年前，嗯，有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哦，叫洗头房。这个怎么了？已经被取缔了。那，啊，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啊。嗯，20年前，街上有那种里边点一小粉灯，哦，屋里边坐着一大姐姐。大姐姐，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是啊，你把她那屋拆了，把地再挖干净了，嗯，也找不出一把梳子来。哦，那个地方，嗯，咱说句难听的话，啊，很多相声演员去过，这不少啊。但是，嗯，于老师没去过。哦，你说这个是，我倒不去那地方。打那门口一过，嗯，他都不知这屋干嘛的，不懂啊啊，这走过去了。嗯，我回来吧。我为什么路过这门口走得那么慢呢？我这姿势走过去，买了张报纸啊，把手别就翻着了，那个就不用把手不用，非得屋里的大姐喊他，哦，叫我，
敲玻璃，敲着玻璃。玩会儿嘛。嚯、哦！好家伙，这谁玩谁呀、啊？这怎么那么粗的声啊？这个能把他吓一跳。那是啊。我行了，别，我吓一跳，我什么？我要现行啊？是怎么着？愣了啊！把手放下。拿着报纸呢，这早拿一报纸干嘛呀？愣了啊！多少钱？就别问价儿了，我不进去，我问什么价儿啊？没进去过啊、哦，君子。对，那不进那地方啊。哦，话不能说太绝对了。怎么？还有一个说相声的没有去过。哦，还有这么正人君子的？那个人叫孙越。哦，孙越也不去这种场合。跟岳云鹏说相声的那个胖子。是是，500斤吧得有。对，这个桌子挡不住他，这太宽，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嗨，没形儿，那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哎呀，太费料子了，坐飞机得买2张票。您听听，2张都得靠窗户。哇、哦，那就把人过道都堵上了。这个胖子没有去过洗头房，啊，他也是正直。进不去，嗨，门窄，合着是太胖了啊！所以说，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哦，好，正人君子，您太捧我了，真的，这是实话啊，不敢当，重感情，那倒应该，重感情，是是，6岁，嗯，就爱上了他的表妹，爱上我的表妹，嗯，我爱你，我要跟你结婚，不懂事儿，表妹叫绿茶。绿茶婊啊，您别来这套啊，这词儿我们懂。小名叫绿茶。没有这名。绿茶不可以啊，表哥，我不可以嫁给你啊。小孩懂，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哎，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因为我吃饭用筷子拿得远。不是，这代表什么呀？这个老太太们竟爱说这个。有假吗？吃饭拿筷子拿得近，哦，嫁得就近，哦，拿得远，嫁了就远。对，有这么个老讲。我以后要嫁给王子的。哦，这就嫁王子。我的王子叫独孤孤独孤独独。我这嗨，还是我那个，你跟他说。啊，嗯，我嫁给王子。嗯，小孩瞎说呗，可不吗？啊，嗯，你越用越远，那么长筷。后来2根筷子接在一块儿。嚯、哦！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哎嗨，这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啊。这小时候，嗯，有一点于老师值得表扬。又有什么呀？在他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你这就很正常嘛。那个女孩我还见过，嗯，确实，小名叫彪子。我女朋友小名叫彪子。小名叫彪，昵称还叫彪，叫彪，大名叫王钢铁。嚯，好家伙，指不定多硬气呢。嗯，长得。很好看，有特点，那是是吗？往哪儿一坐帅啊、哦！起来吧，这是离叉车远点儿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交朋友嘛。没事干的时候，谦儿带着彪子啊，就别提彪子了。找一个卖果汁的地方，就是水吧，俩人一人拿着一杯奶茶，我、哦、喝奶茶，黑珍珠奶茶。那时候正兴这个，一人一大杯，嗯，上面有吸管，对，对脸这么坐着，看俩人，哼，叼着吸管，嗯，哎呦，我们这是喝呢，是吹呢，搁这开心嘛？你看我看你，哦，玩这奶茶，吹出哨来了是怎么的？这一玩呛着了，哟，大粒的黑珍珠啊！顺着彪子这鼻子眼儿噼啪噼啪，哎呦，这鼻子眼儿得多大呀？这满桌面都是，哎呀，把谦儿乐坏了，那还不乐？可乐，嗯，别吃啊，不行了，哎呀，行了，我倒不浪费，这个是多恶心啊！开心呐。怎么就开心了呢？两情若在长久时啊，又岂在猪猪肉肉。哎嗨，那叫朝朝暮暮高兴啊。彪子拢了自己头发，哦，谦儿，嗯，待我长发及腰，
我说这句话怎么意思？好多人说，哎呀，这两年网上有，这两年你才看见。哦，18年前于谦就玩过这个。我们早就说这个。彪子说带我长发及腰，这我得往后接。谦乐了。我说什么？拉屎要撩。哎嗨，哎呀，我这太水了这词儿啊。彪子不满意。当然不满意。站起来了。嗯，夺门而出。人家跑了。谦赶紧追啊。追他回来啊。把门又夺回来。不，这彪子抱着门跑的，合着这得多大劲儿啊！这我追门去了，这是很好，还好呢。这是于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赶紧过去吧。啊，啊！接了过客之后，我接客去了是怎么？什么叫接了过客呀？过客也是客呀嘛，是吧？我就行了。送走了过客之后啊，遇见了谦儿嫂。啊、哦，就我媳妇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是老话，两人结婚了，是是，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我们真挺好的。那个对联就说你们两个人，哪个对联？今天好比7月7，旁边呢，隼鸟配了外国鸡。哎，这什么对联呢？天上金童配玉女，哎，这下联；地上瘸驴配破驹，哎，还有半句啊，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你不用说了，那个、就说您二位般配，哎，这行。刚才在后台演出的时候要换裤子啊，于老师脱了自己的裤子要换演出的服装。哦，我一看我就感动了。怎么感动？人家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是。你先等一会儿，你等等等等。哎哎，不是，你他妈就别比划了。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嗯，哎，行，别想啊，别装着玩。我是听高峰说的。哎呦，好家伙，合着就瞒我一人呢。对，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两口子真好，反正我们有基础。这么些年来，嗯，我跟于老师没有抬杠拌嘴，都是因为嫂子劝我们俩，没红过脸。有一回抬杠拌嘴，有一回，有过吗？有一年我们俩走的那个王府井。哎呦，那多热闹的地方啊！一边走一边探讨一个相声作品啊，因为艺术。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像是穿衣服一样，怎么讲？一层一层的把它弄起来。哦，谦儿说不对，我的意思要像脱衣服。怎么说？一层一层的把它脱开。哦，像穿衣服。嗯，像脱衣服，这就拌嘴了。我不理解。是，我脱给你看。嗯，我一丝不挂。我对艺术太执着了。仗着天气还不错，6月3伏，3九了第二天。好家伙，冬天呐！王府井人山人海呀、啊。是啊，这边旅游的大车又来了10辆。哎呦，下来无数的人呐。是吗？导游举着黄旗儿啊，各位开眼的上这边来。哎，好家伙，消息传的还真快，把我臊的。你干嘛了？太丢人了，怎么办啊？抱着于老师的衣服就走了。哎，你呀、啊，太缺德了，那叫。于老师，嗯，咳嗽，感冒，嗯，发烧，肺炎，住医院了。那还不住院？嫂子给我打电话，是吧？你缺德不缺德呀？是该批评你。你把他衣服抱走了啊？啊，就是。他都住医院了，真是。你上家来一趟。这时候上家来一趟，我到医院。要批评我。哦哦，去吧啊！到这儿了，一砸门，是听里边声音，就是嫂子来开门了。怎么知道的呢？他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呢。啊，对，他爱唱。3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啊！哎，就穿上。什么呀？就毛裤都脱了？你开门啊，进来。哦，这才进来了。是，嫂子好。嗯，他可住院了，多心。肺炎，你说怎么办？是，没事，嫂子啊。八宝山咱有朋友。哎啊，刚肺炎就往八宝山送啊？他要是能自个儿走着去呢，咱们还省点车钱。好家伙，你憋着让我走炉子里去是吗？嫂子说你这人真缺德。不是吗？知道吗？啊，吃饭了吗？嗯，我说还没呢。嗯，等着，我给你包饺子。什么就吃饺子了？好吃啊，不如饺子。
好玩啊。怎么着？可不如包饺子。您别这胡说八道，你们俩不能吵架。这对了，要好好的说相声，这才对。又吵起了电话来啊。谦儿啊，怎么着？我刚批评了德纲啊。是吗？你以后也要好好的，听见了没有啊？我怎么了？你要是再这么任性的话，以后你别回家来了。挂电话了。哦，解释给我看，让我知道知道好歹。哦，电话那头于谦很生气。哟，我啊，你这事闹的感冒病了，还说我，就我本来就冤呢。不回家，不回家啊，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就赖在医院了。好嘞，不回家。就这个人小心眼怄气，我这是小心眼吗？本来就是。后来大夫说：“您快走吧，差不多没事儿。您这哪能跟我们这儿住着？您赶紧走吧。”轰回去了，给轰回来，轰回来不回家，那我怎么办呢？找地儿喝酒去，我出去耍去了，喝酒去。哦，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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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真喝。哎嗨，我老怎么带着嗝出来呢？抽烟，多少年都这么抽。嗯。好家伙，就跟外边啊啊，打医院出来是上午10点半，是，一直喝到夜里11点多。好家伙，在外边晃晃悠悠的，半天多啊。走，我不回家了。哦，我决定要学坏。我怎么叫学坏呀？我那个哪里还有那个粉颜色小灯的那个地方？好家伙，我想起这个来了，早没有了，就取缔了，那都20年前的东西了。是啊，不行，我一定要去，我要潇洒走一回啊，要不太对不起我自己了。我去一次。走到黑灯一点小胡同啊，这儿站着一大姐。哟，谦儿过去了。是啊，吴师哪儿就跟人说价啊？我吴师行不行？哎呦，人家啊愣了。是啊，40吧。哎，还还价呢？谦儿说好啊，这儿就解扣，脱一大光膀子。你瞧瞧，刚脱一光膀子，嗯，警察同志们来了，真快，手电筒一照，站，啊，干嘛呢？逮来了。谦儿这个横啊啊，管招吗？我媳妇儿啊，两口子亲热亲热不行吗？你瞧。哦，对不起啊啊，不知道这是你媳妇儿。真是啊，你要不开手电筒，嗯，我也不知道是我媳妇儿啊。不，真是我媳妇儿。谢谢吧。嗯，相声啊都是编的。哎，刚才这是真的。谁说怎么到这儿是真的了呢？一说一乐。对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哎，都假的。我们这个文化水平也在这儿呢。嗯，能量都一般。嗯啊，您各位藏龙卧虎，哪行业的高人都有。是，我们是作为相声界的小学生。哎啊，跟这儿一说一乐，可能有的话您还听着未必合适啊。啊，慢慢提高吧。别往心里，慢慢提高，尽量的把余家的事呢再挖掘一些。就别挖掘了，够深的了。您这个德云社是一个民间相声团体。哎啊，虽然身在体制外，嗯，但是我们也愿意好好的给观众说相声，这是我们的本分。位卑未敢忘忧国，是能够给人民带来快乐，这是我们民间艺人的最高尚、最值得荣幸的地方，追求的这、啊、整个这个德云社这一帮，其实谦儿哥跟高峰竟替我受累了。怎么叫受累？您客气，大部分是徒弟跟孩子们，是他们都替我啊，有的从专业上，有从思想上帮我做工作，嗯、包括高峰啊，高老师，高峰就刚才说外语那个、啊，对，我们出国都是高峰给当翻译，好家伙，找回不来了，哪回挨打都是因为他，哎，肯定挨打，嗯，那站着吧，老高，来吧，老高，哎，来，我还拿水来。我您要学外语吗？哎，不学不学。我师弟对高峰，这个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侯三爷。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没错。高峰是范老师的学生，对，范老师是范岛爱。哎，去！您再说人，各位都信了人家。啊、嗯，我师父叫范振玉，翻译过来是范岛爱，就没有翻译啊，没翻译叫范岛爱。哎，去去去。根本他就一个名字范岛爱、啊、对了，像话。我师父叫范振玉，范振玉艺术家、当年的老前辈。对，哎，可惜啊。嗯，三位先生都去世了，是多遗憾。哎，我师父活着呢啊。哎，好家伙，您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您这求生的欲望多强烈。是谁死呀、啊、这是。这话也过分了啊。是，你应该咱们出了正月再说的。好的好的，就活这半个月呀、啊。哎，还正好半个月。我去，对对，你可别许他回来，他讹你。我还说多了啊，这哥俩
不容易。您客气，在德云社这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捧得过高了，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那么您打算呢？若有来生，这怎么样？这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嗯，于谦儿，哎，怎么着？你就是我的大太子。高峰，我呢？你是我的二太子。行，您别说了。这给各位都气乐了，我说过年过糊涂了是怎么着？真是，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哪的事儿拿起来就说你大太子，你二太，凭什么呀？对不对？你先等一会儿吧。怎么了？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你怎么会？他说的哪儿？你就冲我来了，这么大，在这我怎么在这说？我凭什么不能是大太子？这叫矫情了啊！怎么叫？没有理由，没有根据，你这凭这不矫情吗？你有什么资格当那大太子啊？哎，你说别的，还你说提资格啊？你说说怎么了？你大伙儿也都明白，你想想啊，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我们对不对？朋友们，您听这像话吗？啊，这个合作跟排行有关系吗？你二太子一样合作呀。对不对？那咱就不提合作呀，咱们就说岁数。哎，岁数怎么？对吗？我这虚长几岁，我当哥哥的，我现在弄一大太子，怎么了？ 你怎么了？别人有意见吗？你大太子，你岁数大，你死得还早呢，对不对？哎，你说不着那个。提这个。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我大太子，你剩下你挑。你先等一会儿，你这我刚琢磨过来。嗯，咱俩都儿子辈儿的，咱俩这争竞什么呢？跟这儿。跟他争。你跟他争去啊！姓郭的，喊陛下。我想毙了你。还陛下不是我们怎么成儿子了？哦，嗨，咱不相好吗？等于高了一辈是吧？这去啊，平辈儿，什么叫高了一辈啊？我那意思是说，咱仨得好。哎，这话对，怎么才能好呢？您说一下，让于老师唱个歌吧。哎，这就好了，上玩省一份。哎，你瞧瞧，嗯，您给来来吧。什么？我唱一歌就好了？咱这今儿十五嘛，十五。哎，你看看。您不用点了，我就会这么几个。嗯，真的，这个这以前听崔健的，喜欢听就那么几首歌，摇滚明星带的啊。哎，对 对, 对，您给来了，一无所有，咱们就唱几句好吗？哎，好，好，要这气氛。哎，就图个热闹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好，瞎闹。哎，唱完了咱仨就好了。哎，对对，你看，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好吗？哎，太好了。清朝乾隆年间有本书叫《白雪遗音》，多好啊！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啊、给娘娘听了一些个山歌小调啊，那错不了，阳春白雪。哎，那是风花雪月的东西啊，太棒了！不要捣乱啊！哎，您唱吧。小寡妇，您就到这儿，您就到这儿。我不是拦您啊，这皇上还没我这品位高呢。您这是给皇上唱的吗？给太监听的。这像话吗？你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我为你往山跑死马，我为你杀离灯黄金，望断天涯中和而永，骂了声抽烟喝酒烫
头的人呐、啊。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哎，形式简单，但是也是最难的了。对，啊，它其实是心理学的东西。没错，平时在一块儿，我们净得研究这个相声作品。是啊，但是有时候我找他们俩就远点儿，哎，道远。我住在北京锦北边了，北五环外啊。他们俩是住的锦南头，对对，南边。他们俩住天堂河这边，嗯，哎，我们俩住公墓里头了，是吗？对呀、啊。你这抬杠了吧？天堂河是公墓，住八宝山边上都得烧吗？对不对？人这话也有道理。天堂河火葬场旁边有一小区，他们俩住那儿，就买这地方，知道吗？嗯，一人一套烟景房。烟景房，嗯，什么户型？烟筒，我们俩四季如春。哎，是啊，暖和暖和，常年的给暖气。哎，对，还不花钱呢。所以他们俩最好。嗯，哎，回家也能聊，上于老师那宠物乐园也行。哎，对对。对，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于老师在南边有一个宠物乐园，哎，养各种的小动物。没错，这个爱小动物、爱小孩，这都是好人，有爱心吧？有爱心，尤其于老师，嗯，爱小动物已经到了疯狂的状态了，太喜欢了，已经到了每顿都得有了，哎，吃了，爱吃小动物这啊，这怎么做法不重要，哎，是，这重要是吃啊，各种小动物都有，嗯，有一天高峰就说了，嗯。我可不可以买一只小猪，哦，养在你的宠物乐园？哦，迷你猪。对，家里没地方。对，谦儿好朋友，我说买两只。为什么买两只呢？我买一只，你买一只，让两只猪有个伴儿，一起成长。也是有爱心。对，买。好，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哎，这叫什么话呀？两只猪买来了，对，大小肥瘦模样都差不多，猪都一个模样。有一个难题，什么呀？谦儿说：“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呀？分不出来，分不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于谦儿聪明，是拿刀揪这猪耳朵，刺儿，嚯，这是切下一只耳朵来，啊，惨呐！高峰，嗯，你那个啊，两只耳朵，是，哦，我这个一只耳，哦，这就区分出来了，什么办法？中午就把这耳朵，俩人就吃了，哎，对，有了韭菜了，这是。爱小动物啊，对，爱耳朵，这是。转天给高峰打电话，嗯，你来一趟，咋了？俩猪打起来了，嚯，怎么？这个把那个耳朵也咬下一个来，哎呦，他看着生气呀，俩一只耳分不出来了，嗯，是，去了研究半天，得了，再来一刀吧，这是刺儿切了，是，你那个有一只耳，哦，我这是个秃猪，哎，对，一个耳朵都没有了，冰耳朵，嗯。转天又打电话，是，又打起来了，又那耳朵也没，俩秃猪，得什么玩意儿？这谦儿聪明，嗯，拿刀切尾巴，刺儿，对，咱们尝个新鲜，好不好？哎，对，得换换口了，老吃耳朵也腻。嗯，我这个前后都没有，嗯，枕头猪，哎嘿，那就是枕头，不是猪。你看你那个呢，还有个小尾巴，哎，转天打电话了，是你来看看吧。嗯，咱有俩枕头了，哎，对，快睡了，这就啊，那个尾巴也没了，嗯，俩人愁的眼泪汪汪的，实在没得剁了，分不出来了，是不是？还得说于老师，四十分钟后一跺脚，嚯，说，嗯，黑的是你的，白的是我的，哦，色儿不一样。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后来吧，啊，就别后来了，这还接着说呀，那个。今天算是开了箱了，对，开箱演出是证明这一年的工作又开始了，对，没错啊，还是那句话，嗯，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是了，我们还得再接再厉，好好的说相声，嗯，打抱衣食父母啊，让您各位开心，没错。今天来演出呢是我们的部分演员，哎，把他们叫出来，咱们再熟悉一下啊，哎，好啊，来再见个面。打头头一位高峰高老板，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哎，这是我的徒弟啊，烧饼，给他捧哏的也是我徒弟曹鹤阳，俩穿的像奶酪一样的也我徒弟啊，朱鹤松，靳鹤兰，
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嗯，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好吗？好啊，您说。好的啊。嗯，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西厢，张生红娘的故事啊。对，这唱全了45分钟。嚯，咱掐一点唱吧，好不好？好，来来来，列位都往前站一点，稍微的。哎，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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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办案人等我朝前看呐，哎哎哎哎哎哎，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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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桃花店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厅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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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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